多支持者大声喊着口号，替行政立委林明进今仔日登记参选来总声势。就连馆长李朝谦也亲身来到竞选总部，替林明进来鼓励掌声。做民意代表吼，有三种，一个是找工课来做的，这是第一点。咱林明进就是找工课来做的。咱大家心连心，选好林明进，好不好？只要在立委林明进以及馆长李朝谦的带领下，所有支持者为竞选总部以步行的方式出发前往南投县选举委员会来登记参选，大家看到当选，表达对行政立委林明进的支持。一来到选委会头前，就看到包括市长侯胜峰、南投市长柯淑华、第三镇长朱宝丁、镇乡镇长以及多位落水线的议员，也纷纷表达支持，并陪同立委林明进来登记参选，建筑国民党团结的气势。听人讲，立委唔捌看到遮认真个啊啦，尤其是阮七乡镇、南投、民间、竹山、鹿角、哦、七七、水里。一个信义争取的，会使讲算亿，莫讲算偌济几百亿啦，算亿的。一个立法委员要找遮认真的，我所看的，会使讲上认真的立委，嘛希望即七乡镇咱遮时代会用够。林明进立委呢，不管在他的立法院的表现，以及他个人的在地方的服务，都是相当的扎实。我们期待林立委呢，可以继续的连任，可以继续为我们南投县带来更大的一个利益。现今立委林明进这次竞选连任到最选的立法委员，遭遇实力相当的对手，但林明进也是继续以业骨力交作，以及争取建设为诉求，希望乡亲支持伊来连任，也就是支持南投县会当继续有更加好的发展，更加侪建设。相信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啊，我所努力的啊，在基层所建设的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 啊希望啊大家哈、啊、共同在为这一次我们立委的竞选连任，大家共同来冲到最好的票源哈 啊让我啊有机会啊再为我们南投县的各位乡亲来服务哦、啊。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林明进三冬外来，积极在落水线各乡镇来走动，累积未少的支持度和人气。这次选举，林明进强调伊的政绩和理性诉求，拜托国民会当继续支持伊来连任。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